Hello， 小姐，一个人吗？啊，我的爪子已经插到你的胸部了，你会不会痛啊 ？Hello， Pity Hot Girl， 哦，现在看起来蛮恐怖的。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 欢迎回来《方舟生存进化普利亚神话模组》啊。那是的，我们又回来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一样要去我们的空岛。那在去空岛之前，来给各位看一下老头装的这个模组啊，巨大化城墙模组。这个巨大化城墙模组，老头以前很早就在用了哦、啊，很早就在用了。这个模组应该也会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模组吧？这个模组早在两三年前，应该讲两年前吧，三年前方舟还没有出啊，反正总而言之呢，这是很多年前的这个墙壁模组啊，没想到如此的万用，而且还多了泰克城墙，我觉得超屌的，好吗？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像进击的巨人啊？人类回想起啊，受到这个霸王龙所支配的恐惧。啊，要演进击的巨人了，要不要？好不好？然后呢，那我们待会先取一下名字哈。我看到有一些观众有在留言，就说明说我们那一只长得像鸟又像蛇，哦，没有，长得像鸡，哦，又像蛇，应该是这一只吧？哦，有人说这只是欧洲神话里面的鸡蛇，跟梅杜莎好像算是同种类的东西啊。好像是同种类的啊、哦，然后就称为鸡蛇啊，就这么的简单，它没有什么多余的什么炫炮的名称，完全没有，就叫鸡蛇，就这么的简单。好、哦，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它取名叫鸡蛇，好不好啊？那关于其他的生物要叫什么名字呢？哦，我们可以之后再说啊、哦，我们大概一集就取一次好了。好、哦，那每个都取的话，我觉得。就直接改名叫做取名大会好了啊，就不用去外面探索了，好不好？我想一下有什么没讲，还有什么东西没讲，应该是没有了吧？啊，这是我的城墙，啊，东西太多了，来，我把我们的城墙给放这边啊，我们的稿子拿过来，为什么哦？拿错，原来是拿到我们十字稿啊，我们这边原本是放什么东西，我有点忘记了。哎，哥原本是放什么啊？想起来了，哥原本是放补血枪啊。OK， 准备上路。哎，啊，我们的麻醉枪剩下八发了，应该是可以用吧？应该是够用吧？哦，八发至少可以抓个两三个吧？啊，对了，我们上一集是不是有在这个右边这个方向有遇到人面妖女，就是哈比嘛，对不对？我们顺便去抓一下好了。我们骑着我们的那只在哪里？我们的阿根廷，不是啊，我们的狮鹫兽啊，找我们狮鹫兽去找一下我们的妖那个人面妖女哈。我记得上一集我们看到那只人面妖女，其实我觉得她那个脸看不太清楚，可是远远看感觉很丑啊，到底有多丑呢？啊，我们来抓她就知道了。不过目前没有发现啊，人面妖女去哪里了？啊，看到了，跟智障一样在那个地方。这家伙还不把你射下来，太远了啦！哎呀，该死了，太远了，这样命中率会降低啊！我又不是一个神枪手，还是太远了。啊，这自以为好像是那什么魔物猎人，有没有？飞啊，你就飞啊！没中啊！哎呀，谁呀？啊，妖女不要，你已经长得很可怕了，你不要扑我的脸，我剩下七发子弹了。又是谁啊？美格龙一整群是怎样？哎呀，受不了哎！弄死你！嘿，妖女你好，来，想不想弄我啊？这什么东西啊？哦，这边有一只这个北七人面妖女。哎呀，真的长好恐怖哦，那个脸。哇，好多哦！原来前面有一只各种哎，怎么办？这该怎么抓啊？那前面有一只，它越飞越远了，完了，好难抓啊！这只，来，啾 ，yes， 啊，没有掉下来，哦，哈哈哈 ，Oh my god， 我怎么轻轻敲一下人面妖女就这样子一大堆人那边敲，哇，怎么一堆人面妖女出来攻击啊？哎，这只怎么抓啦？
这是怎么抓啦？射不晕啦，是要抓什么？这是不能抓哦。我们靠近看一下，哎、欸，不要晃，不要晃！林北，你在看这個？好恐怖的人面妖女哦！啊，不能抓哎、欸，这个是不能抓的。他没有显示野生，还是说他需要靠背啊？就是站在背后偷偷的喂他食物？可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哎、欸，因为他在空中飞，你根本是弄不到他、啊，你根本无从下手，好不好？好不好？你说这个刚好在地上好了啦，靠近喂他吗？我看一下，搞不好是大腿肉。哎、欸，卡条，哎、欸，弄到直接卡条，哎，他不会动了、欸，哎，真是太好笑了吧？来，我们看一下这脸，哇，你看，啊，这个应该不会十八禁吧？反正你们看不清楚是什么、啊，我也看不清楚。哇，雷龙哥出来了！好，这突然让我想到那个脸书上面那个黑人握着那个方向盘的那个画面，就那张图被检举了，非常好。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Hello 妹子，你可以不要一直晃吗 ？Hello， 哎，我被挤开了。Hello， 小姐，一个人吗？啊，我的爪子已经插到你的胸部了，你会不会痛啊 ？Hello, Pity Hugger 哦，啊，现在看起来蛮恐怖的哎，他没有办法喂食啊，所以说呢，我要送他一刀，去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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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I'm sorry, I'm sorry。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看来都是一样的。好了。我已经玩腻了，我们直接去空岛了。来来来，原来他是不能抓的啊！对了，顺便讲一下，今天这个模组更新啦、啊，好像多了一些新的东西哎、欸，新的恐龙哎、欸，多了一些新的恐龙哎、欸，但是我绝对不会说，这只怎么感觉比较小只啊？哎、欸，这可以抓哎、欸，他写40，哎、欸，这可以抓哎、欸，哎、欸，这个是，你给我。Oh my god！ 为什么有一只野生的？哎、欸，不对，他还在跑。你到底要怎么抓、啊？求你了！他没有显示喂食啊。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我抓到了，我抓到了。哦，原来要从幼年期开始养啊、哦！完蛋，我没有设定那个啊，这个要很久哎、欸，先把它带回家好了，好不好？我觉得在这里太危险了，先把它带回家。原来是从幼年开始养起啊！我的天哪、啊！所以它不是不能抓，是要从小培养，好不好？什么叫从小培养？啊，就萝莉嘛，你也知道，萝莉从小培养嘛。我们这只原本就有了，对不对？对，没错，我们这只原本就有了。哦，来来来，哦，就跟我们之前那个树人一样啦，一样用喂食的方式啊。啊，那个人类就不要理他了，烂东西。好啦，我们直接去空岛了，不管了。哎、欸，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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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剩下5发子弹了，我们有办法现场做啊？没有。这5发，我们要怎么过呢？哇哇，怎么办？去空岛，我们要好好的节省我们的子弹了，5发抓2只，好不好？我们不要太苛求，好，就这么决定了。咱们5发抓2只啊，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太苛求什么了。安内塞维，啊，这样可以吗？啊，我说可以就可以啊，不要啰里七八说。哦，那边有一只西方飞龙，我蛮想要的。我们就是缺西方飞龙，哎、欸，其实也不缺、欸，这只我们原本就有啦。我突然想到，我们上一集抓了3只，一只死掉了。我们缺的应该是像这只吧，在天空飞的这种，把它咬死好了，碍眼的家伙。我们可不可以抓这一只啊？
这只是那个，他来了，他来了！哇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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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东西啊你啊啊！很会是不是？这只是西方飞龙，哎，不是，这只是双栖飞龙，吃喽！啊，乖乖的，起来！现在是凌晨三点，有人密我了，抱歉，等我一下。居然会有人迷我，好，先关一下。OK， 起来，啊，起来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哇！哇！怎么突然放这 BGM？ 好恐怖哦！那突然驯服之后，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哇，要求！哎，这真的会吓死人，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身处在这种危机之中，你突然给我就是来一个 BGM， 啊，先把你带回家，我们待会再料理你啊，夭壽啊，在哪里啊？有听到声音，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会不会跟昨天一样又是那一只？哎，前面那什么？啊，那是我们之前抓过的龙，就不要理它了。然后你看那什么东西，看起来很 happy 哦， so happy so happy， 来来来，哇，我掉下去，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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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们先稍微引一下这些狼，哎，那些狼群去哪里了？哎，都不见了，我又掉下来了，哎，母汤母汤，用死你这小王八蛋！哎、欸，那几只土狼都不见了、啊。哎、欸，来了来了来了！哎、欸，他跑去咬那一只。我们来 discovery 观察一下。你看那些狼 ，so happy。玛尼亚波尼，玛尼亚波尼。好啦，不看了。啊，刚刚那个 BGM 不见了、欸。哎、欸，没有 BGM 的声音了。应该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只有这里有那个声音而已。噔噔，哦，又来又来又来又又来了又来了，到底会在哪里呢？这个声音的来源感觉不在下面。哦，前面这几只生物我们应该都有了，奇美拉嘛，没有错。然后这一只，不要挡我啊！这一只，我有吗？这只我有吗？其实有没有我都忘记了、欸。啊，这只我有啦，在那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哇塞，等一下，怎么那么多只啊？是并不单纯哦，这多到有点不单纯的感觉哦。没关系，把他们全部弄死。那什么？我来看看。哎、欸，你们先去死！你们这些碍眼的家伙，先去狙一下。我看到前面有一只跟我长得好像啊、哦，那只是这只是施救，对不对？施救兽嘛，那前面那只叫什么？格里芬吗？哎、欸，这个是格里芬哎、欸，还是这只也是叫施救兽啊？他跟我这只异曲同工之妙嘞、欸，只是他这只是那个……不要晃，不要晃！哎、欸，怎么？哦，兽人，那个暴人，我们那只要不要抓、啊？还跑去哪里了？对对对对，还在打，还在打。野生的，我们可以把它带走、哦。来来来来来，我们小心一点就好了。啊，不用小心的啦。哈哈，破土。哦，看我的咬合之力蛮猛的嘛。我觉得危险。为什么他要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转来转去呢？我觉得不是很好哎、欸。我看我有没有办法设法把它引过来。哎、欸，这边有声音呢、欸。哦，原来是这只 boss 又复活了啦！其实讲真的，
讲真的啦，啊，抱歉，我不小心按到录影关掉了，靠杯，我是要开血条开错了。哦，哎，其实很痛哎，为什么我扣那么多血啊？补了两万多滴血，怎么变这个样子啊？然后这次又出现了，我靠，天哪、啊，就不能让我好好的靠一下吗？我们先回血，我们先回血。那只我一定要抓到手，不管。我们先重整一下我们的装备哦。来来来来来，我来恢复你的元气。啊，你的大哥就在那里，知道吗？哎，你的大兄底下。好、哦、啊，等下呢？啊，你就突击他们啊，把那些旁边干扰你大哥的那些伙伴。啊，不是伙伴，干扰你大哥的那些敌人全部杀掉，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啊，听到了。好，去救你大哥，你的大哥需要帮忙啊。你的大哥嘞？我看到你大哥了，还在飞，还在打、啊。完了，有点情况不太妙，这个情况并不是我所乐见的，你知道吗？完了，他要死了！你的大哥死了、啊，算了，我放弃了。我们再去找另外的大哥给你啦。我们再去找另外大哥给你好不好？你那个大哥真的是不行了，你的大哥太没用了。好吧，我们飞高一点，或许可以看到什么好东西啊。这边感觉怎么看都是那些、欸。嗯，没有什么我有兴趣的东西啊，干这三小。喂喂喂喂，受精的飞龙蛋啊，还三颗，我还不帮你们孵化一下？哇哇，放开那个女孩，放开那个女孩哦！太扯了太扯了，立蛋，你以为在过端午节是不是？我捡捡捡。嘿嘿，应该会有什么东西冲过来要咬我吧？没有哎、欸，啊有啊，这只冲过来咬我了，嫩，弹起来了，啊又下雨了，又下雨了，怎么办？其实我想，我，哎呀，烦死了，先上去好了。我想要把这施救兽上面这些肉全部丢掉、欸，哎，我真的觉得好碍眼哦。已经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算了，先丢这个好了。这种单件类的都丢一丢了，碍眼死了。好，丢差不多了，哦，感觉要拉屎有没有 ？OK， 我觉得我们再抓一只啊，再抓一只我们就回去了。说真的，好不好？哥再抓一只。我们来看一只我们没有遇过的、啊，这些都看过了、啊，全部都看过了。我来一点不一样的、啊，呜呼！哦，那个什么着火的火焰鸟是吧？火焰哥哥，哎，我们看到一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了。哦，原来是他在怒吼、哦。我以为是谁敢吼这么大声？嗯？哎、欸，这次我们上次是有遇到嘛，但是我们没抓嘛，对不对？抓了，不犹豫，只是看起来也很奇怪。来吃肉，应该是不吃这个啦。我们还有蛋呢、欸，我们到时候再孵化它好了。哎、欸，不吃。What the？ 熟肉。熟肉克不克？好、啊，难道他吃大腿肉？大腿生肉吗？我记得我们的施救兽，这边、欸、这个不行，他不吃这个吧？你是不是吃这个？来来来来来！哇，听到不该听的声音了，我觉得有事情不对劲。快吃啊！啊，你吃什么？石头？你会不会吃石头？啊啊啊啊啊！吃这个，哎、欸，吃腐肉。我蛋了，你到底吃什么啊？我们现在十万火急啊，可以喝奶，没有用。这边有个饲料，吃了。啊，饲料你也不克，完蛋，死定了，金属锭。
Oh my god！ 妈呀！刚什么东西在我的头上飞过去啊？那边有一只，我也想要说，怎么办？怎么？你吃了？你吃啥？等一下，这家伙刚吃什么东西？他有在吃吗？有是不是？有他吃什么？仔细看一下，他在吃石头啊！又一个吃石头的家伙，那吃石头的怪物啊！而且我发现他这一只英文名比较不一样跟前面刚刚那一只另外一只不同。没关系，先把他抓起来。哦耶，哦耶，哦耶，哦耶 ，baby！ 啊，负重了。哎，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先把你弄回去，待会再说。我前面还有一只，我要。被传走了。被咬死，活该啊！前面那个是谁？那个哦，魔法师魔法师对抗巨龙，这个很勤勉，这个很可以。我只能说那个魔法师在找死啊，我就不多说啦。啊，狙了有没有？嫩，你是谁啊？哇哦 ，Don't touch me！哎！快点快点快点，喂他喂他！我不管啦，赶快起来啊！有了，吃啊吃了！好了好了好了！哦，暴怒暴怒！到回家到回家！那吼成这个样子，他一个吼，那些阿根廷巨鹰被吓跑这么屌啊！啊，在上面咬那个。好，我们回家，我们回家，该回家了，该回家了。Nice， 哥回来了，嘿嘿，今天大丰收。我们带了不少啊，像这个要安的，我们这边应该是有啦，只是哪一个有点忘记而已，我们稍微要乱一下这个吗？不是，这个，这个没有错的啦。呜呼！这只是高级飞哦。哎呦，冰属性的喷射火焰。来来来，喷击嘞，喷击嘞！哇，这谁名字这么长？哇，这个是什么？死神国王异变版本。来来来，点一下攻击力，我觉得我们等下会死。哇，哇完了，我要被围死了吗？我觉得我们打不赢，我们先跑了。打不赢就溜嘛，是不是？换只换只。哎呦，这家伙也能俯冲哦。哎呦，高级飞用无所不在。我们来看一下俯冲功能什么啊？没体力了，算了，不管他了。我们这边还很多嘞。再来就是这一只，感觉也很行。这一只也很可以。来来来，帮你回血哈。哇，这一只也帅啊！哎呦，吓我一跳。这一只跟这一只长得有点像但这只会不会飞啊？会但是你再飞起一点的啦，先生。我阿妈都比你强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吗？我阿妈都比你强哇，那个死神国王还在好屌啊！火焰弹 ，C 键，霸王色的怒吼！我靠，我吼这么久，再一次。别打我！别打我！哎呀，那个死神光他吐的那个东西好恶烂哦，在空中飞我没什么功能了。哇！
凶。哇，这个角度不错，有没有？好，帮你带回家。你太废了。你唯一的败笔就在于你动作实在太慢了，差评。啊，没办法给你神作了。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在这里装逼吧。来来来，剩下的看一看。啊，我记得这个飞龙还有很多功能啊，到时候呢我再想办法研究。哦，我们还要抓这一只，这只想要关注是吧？啊，我要怎么关注你 ？Hello， 你要怎么让人家关注你啊？好，我们下一集再把它弄到长大好了。我们都懒得，我现在是懒得调啦，我懒得重开了，好不好？我们下一集再把它弄到长大。好，然后再来就这一只，这一只感觉好像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星舰战将》？好，里面那种昆虫类型的。嘴巴超大坑，哎呦要死哦！哎呦呀，哎呦会不会遁地啊？你什么都不会啊？哇，这个只会左键跟右键啊，什么都不会啊，能做什么？吃人吗？啊，你就只是拿来吓唬人用的啊！昆虫跟恐龙的结合啊，看见了没有？我其实觉得这样觉得蛮丑的，这应该是8000年之后的生物才会长这个样子，啊！没想到这王八蛋居然出来了，滚！不要在我的地盘，脚开成这个样子，18禁你！啊，最讨厌那种东西一直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啊，那个是那叫什么亲门踏户是不是？没礼貌的家伙，然后打开碟乱，好吧？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看啦？我们今天抓的好像差不多了哈。就这一只啊，然后这一只冰飞龙哦，这冰的双栖飞龙真的蛮帅的，我觉得很酷哦。然后还有这一只啊，翅膀好小哦，不喜欢，我不喜欢那种体型。还有什么啊？我们今天抓的好像真的蛮少的哎。然后还有这只宝宝啦，好不好？大概就这样子吧。我们觉得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啊，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啦，那一样啊，如果你们想要把谁帮谁取名字，一样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啊，我会每一集都取一位观众来替这个你们想要的恐龙啊，想要的生物取一下名字，好不好？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再见啦。